还有蛮多人用的，而且蛮多人想要去抓取上面的资料，但是很多时候是抓不下来的，那怎么办？哦，那上礼拜我有讲一个方法嘛，反正就把它套用修改，而且反而改下来程式比那个气候跟降雨量更简单呢、啊？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 TH 啊。OK，所以哦，大概第一个哦，我们找到这一个网站啊，那个网址，那网址结构你会发现啊，哈、哦，其实当然一般我是习惯分析一下，第一个哈、哦，它用的技术是点 ASP 啊，点 ASP 啊，我上次跟各位有没有讲，就是那个像大乐透那个网站。其实这点 SP 啊，那个技术已经超过了20-30年哦，应该有超过30年的技术哦，可是还活着，啊，居然还有人用哎，而且还没什么问题哎，所以你说有些技术是不是要用最新的？其实我倒觉得这个是可以商榷的啦。当然，以一般教学上来说啦，哦，他们还是希望推新的，可是我发现一直推新的，一直推新的，大家都学新的，但旧的都忘光了。旧的大家都不会，新的都会。可是问题还是有旧的需求怎么办？啊，就旧的就没有人会了，所以年轻人就只会新的。啊，如果他业界遇到 ASP，他就挂掉了。啊，这老师没教诶，ASP 什么东西？这个太久远了吧？OK 哈，而且跟各位讲哦，ASP 背后的程式哈，就是 VB 啦，啊，就跟 VBA 有没有是系出同门的，写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 VBA 这个 A 是 Excel 的 application，是用 Excel 里面的物件，有没有？比如说 Cell 是储存格嘛，那这当然一定是Excel 里面，但是因为那个 ASP 是网页的，所以它用的那个网页的物件哦又不一样。OK，啊差别是语法是一样的，差别是使用的物件不一样。好，OK，啊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啦。OK，所以其实我最早哦，我大概差不多多久以前？哇，好久，20几年前哦，开始从业的时候我就写这个了。OK，所以我对这个语言其实还蛮算有一点了解啦。OK 哈、哦，后面它有衍生一个叫 ASP 加一个 X 啊，X 就是 ASPX。那如果你看它那个 ASPX，其实它的技术就是叫做 ASP 多一个 .NET。它后来那个微软就多一个点，有没有点 net 的技术？OK 哈、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还有其他啊。所以很多同学说，老师那个网页的技术有哪些？我说你 ASP 可以，ASP 单 net 也可以，其他还有像 PHP 啦，PHP 也还蛮普遍的。另外还有像 JSP 啊，JSP 是用 Java 写的，哦啊，后面还有用 Django 写的，用那个 Python，我们之前也有开一个课程，也可以用。那个 Python 写这些相关的啊，至于结果都是一样的啊，你用哪一个，反正做得出来就好了。说真的，一般老板也不会去管你说你用哪一个，只是说呢，用这个技术的好处是说哈，哎，它直接就可以拿一般的电脑去架设像这种网站。其实像这种架设 ASP 的网站是最简单的，因为只要有一台电脑里面有 Windows 7，其实 Windows XP 都可以了，好，就可以拿它架设网站。哦，然后就可以去做像类似这种东西，我觉得简便性还蛮高的啦。哦，啊，它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后面的话会加一个什么？加一个问号，有没有？问号的意思就是说，哈，我要传递给这一只网这个主机上面的这一只程式，程式名称就是，哎，这吧，stack h 什么 his 什么 anemones 这个什么，就是这只就是一个程式的名称。然后呢，后面就传递一个问号，是说后面会传给他一个参数，这个参数的名称叫做什么？叫做 stack ID 啦，有没有？stack ID 就是它的参数名称，等于后面的话就是它的参数的值，啊，就是这样的方式，我就可以什么传给那个主机上面，所以主机上面呢，server 上面的话就接到哦，你那个使用者端哦丢一个讯息跟我讲说。哎，我需要 star ID 哈、哦，这个东西哦，啊，所以这时候的话，主机怎么办？啊，就知道说你有这种，就把你要的东西丢到浏览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的话，就是从主机那边丢给你的你要的这些相关。所以哦，目前看到这个网页就是加权指数了，有没有？就这个。那我们这个需求是说，
这也是学生问，他说啊，老师我试过哦，我希望抓什么？抓这个底下的，当然不是全部啦，因为全部太复杂了。他说我要抓的只有这个部分，哪个部分呢？就是这个表格，哪个表格？从年度哈、哦、到从2021有没有？只要抓到2004就好了，不用太多，就把目前各位看到的这个表格哈、哦、给抓下来，哎，把它抓下来。那可是问题要怎么把这个表格给抓下来？也就以后啦，反正你看到网页上面的只要任何东西啦，其实我是觉得都可以用同样类似的方法去把它抓取下来。那所以第一个啦话，哦，其实大家如果套用范本，那就是我们这边又就把这个资料先用 IE 物件哈、哦、把它载进来，然后再来的话，可能你要分析一下，哎，分析什么？分析这个网页里面的标签有没有？所以哦，那这个标签里面需要找哪些讯息？第一个的话呢，它是一定是一个表格，只是说这个表格是在第几个，哎，所以第一个你要找这个表格在第几个。OK，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里面这些资料哈、哦，因为表格标签底下下一层的话就是列，列的话就 TR 有没有？还有印象吗？哦，先找表格，再找说它里面有几列，我要把它抓下来。然后呢，再来就是说这个列里面的话哈、哦，到底是 TD 还是 TH？ 理论上当然都只有 TD 就储存格。但是之前我们气温哦比较麻烦，是里面还有 TH 啊 ，TH 就是说呢哈，它的储存格里面 H 是 head， 储存格的头，那有的其实大部分网页是没有啦，就是只有 TD。那这个地方怎么去啊、去看到这些相关讯息啊？其实我讲过嘛，比如说这个我想抓了这个的，一般习惯是左上角这个地方是年度嘛哈，你一般我习惯选取啊，按右键把它检查一下。那它的右边的部分哦，会跳出这个东西。那你一般习惯是往上推，推到哪里呢？推到这边这个地方有一个 table， 哎，所以哦，关键的地方，因为知道说它是一个 table。那可是问题来了，我怎么知道这个 table 哈、哦？一般找的方法大概我上礼拜讲两种方法，一种第一个哈、哦，就是它是第几个，你可以用算的。可用算的麻烦，因为每次都要算。第二个的话，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因为它有一个 class， 明白吗？就它的类别。那你也可以用透过类别，反正方法很多啊。如果它有 ID 的话啦，你也可以用 ID 去抓。反正就是很多种方法都可以达到抓取你要资料这个范围的需求。只是说你要去想说哪个方法简单吧。啊，其实啊，一般如果你现在不想记太多啊，你就算第几个就好了，用算的嘛。OK， 算的基本上。还好，也不太会错 ，OK。所以哈、哦，我们就怎么还记得吧哈、哦？我就把它往上推到这个 table 点两下，我一般习惯是 Ctrl C， 然后再 Ctrl F。好、哦、啊，在这个地方的话，它就 Ctrl F 下方哈、哦，会告诉你说找到28个 match。不过我建议是前面再加一个小于符号，为什么？因为标签的部分哈、哦，一定会是小于符号开头，所以小于符号 table 表示说哦。我要找到的是这个标签哦，所以呢，本来是28个啊、哦，现在马上变成只有26个。那至于说我这个年度是在哪里的话，那你可以按一下这个向下的话去，因为它会跳嘛。这个现在这一个的话呢，它应该就是这个 table， 所以你再往下有没有？它就哎不，应该是这个这边一个 table， 这边又一个 table， 那向下，所以你可以往下哈、哦，它会告诉你说在哪里。还没到，没嘛？这个目前第八个是这个区块 ，OK， 那我一直往下，好像记得是在，哎，不是这个，再往下，这个是第十二个，再一直这个广告是第十三个，好，跳一直往下，哎，这又是广告，所以你会发现广告也放在 table 里面，然后这个是第十五个，这第十六个，有没有？然后在第十七个，哎，第十七个是它上面的这个区块。所以这个区块它变成它也把它放一个 table， OK 哈，然后第十八个，哎，有没有？刚刚好我们要的资料就刚好在第十八个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已经知道有这个讯息了。所以以后的话呢，我们就用有没有第十八个，就是这样，哎，应该有印象嘛？我们上礼拜有特别有讲到，只是说，
细节啦，这些都是细节啊。我只是分享我如何去抓取那个网页的一个步骤，所以以后如果说你可以按照这个 SOP 的话，我想应该要抓取网页下来哦，真的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嘛。反正就是有一个范本，然后有个方法，然后就把这个方法，套用这个固定流程，哎，那不就资料就全部下载下来了。OK， 而且哦，这个需求还蛮大的，现在应该蛮多公司哦，会希望说有人帮他们抓取他们每天都需要抓取的这些网页资料，对不对？那以前他们可能土法炼钢嘛，那现在可能需要有人去写。好、哦、，OK， 那当然你就可以的嘛，甚至可以拿来接案子的嘛，可不可以？可以啊，这种需求其实还蛮大的哦，所以甚至哦，聪明的人赶快弄一个网啊、弄个什么反正就商品化了，反正一页式、两页式，或者是说有需求直接跟我联系，对啊，哎，生意就上门了。然后你越做越多，然后再来就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做成范本，有没有？你还甚至还可以跟厂商合作，说，哎，你这个，哎，可以提供给我当成是范本，哦，甚至的话呢，哈，我可以算你便宜一点，但是你要让我可以做行，就是做行销 ，OK， 哎，这样其实慢慢推广久了之后啊。如果你案例够多啊，我跟你讲，以后啊根本不用找生意了，生意都自己找上门来了，而且之后可能你也做不完了。OK， 衍生性很大啦。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帮他抓好之后的话，会不会就不找我了？不会，因为网站会改版。改版之后你就说，哎，改版就另外再付费，因为我重新帮你又再写一个规则嘛。那他的网站会改不是我的问题，是主机的问题嘛。除非你要跟主机说，哎，你不能变动，怎么可能？对不对？我上面的资料我要变，像雅虎的股市资料就这样，它最近又改版了，因为它不让人家抓，就是它就变了啊，变了怎么办？你不能说啊，雅虎你，可不可以把它改回来？怎么可能？对，他听你的嘛，他不听。所以呢，以前可能有人真的是找人家写完，哎，可是问题现在不能乱怎么办？那这当然就还要有一个啊。费用嘛，对不对哈？你总叫人家做事情不说啊？你这个保护的，没事。所以其实也许这部分合约可以签清楚，就我只保证说目前的网页状态，不保证说它主机上面的那个内容变更，而我还要再做更新，那更新另外可能还要另外一个费用啊。这其实大概是可以是规定的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OK， 所以请各位也许先把那个。上个礼拜这部分哦，先稍微再复习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哦？尤其是这些啦，我发现可能同学对这个东西哦比较陌生。那其他还有像我刚刚讲的 T table 之后的话，还有 T R 有没有？所以你会往下找 T R 开头的 T R， 这个 T R 指的是这一列哦。所以你游标只要放这里的话，其实它也会有一个反白的状况，有没有？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还蛮清楚的，是说它这个地方有没有？它上面会有反白，你游标放这里，它就跟你讲哦，这一列也在这里了。OK 哈、哦，然后它里面有几个 TD 有没有 TD？ 啊，跟各位讲后这个标签后面的东西暂时不知道没关系，不过、哦、我是建议啦，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下这个就 HTML 的语言。好、哦、啊，像这个 TR 后面这一串啊，就什么啊，这个 align 就是对齐方式是至中。哦 ，BG color 就背景颜色 ，height 就是高度，所以哦，这些你暂时不知道没关系，反正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一列就 TR， 那里面的储存格资料就 TD， 所以哦，以后的话，当然你只要需要，至少你要知道有三种标签呐、啊，第一个是 table， 第二个是 TR， 第三个是 TD， 哦，除非像之前气候是有 TH 啦，不过这边好像比较单纯。哦，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啊、哦，一列里面哦，里面放了几个资料，一个资料，两个资料，三个资料，四个。所以其实哦，它这一列呢是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好、哦，那另外它还有合并储存格的问题，这个暂时就先不用理会它。那再来的话，下一列，哎，下一列在哪里？下一列你会发现下一个 TR， 所以你往下找，哎，这个 TR 是这一列第一列嘛、哦，第二列的话在这里，第二个 T 啊在这里，啊，当然你可以把它展开来，那你会发现哦，这个第二列里面的话，哎，
第二列就在它游标放这边的话，比如说我们游标一样把它放在这边上面，有没有？它一样呢会让你反白这边嘛，这个，那这其实就告诉你啊，就是这一列。那这一列里面的话有几个 TD 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一个 TD 开头，然后后面 TD 结束。那第一个 TD 的话里面就放什么？第一个 T 啊，里面就放开盘。第二个 TD 里面就放收盘，以此类推。当然这个第二列了，第三列的话就是这个，所以你这个展开来一样嘛，也是一样，会有很多的 TD， 就很多的储存格，所以这个又一列。那也就是说了，我们只需要什么，把这个 table 里面的 TR 跟里面的 TD 分别把它抓取下来，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资料就全部下载下来了。那只是说呢，我们知道我们的需求了，再来下一个动作就是如何再套用到那个之前写过的程式，来把这个东西给抓取下来。所以请各位也许再把这个部分呢熟悉一下，我发现可能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大家对于那个什么右边这个东西的不熟悉啦。所以如果你右边这个熟悉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也没那么复杂啦。但是通常有同学光看到右边就头晕了，这未免，但是怎么讲，我一直强调啦，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到关键的东西，其他不重要的先略过没关系。 OK， 也就以后如果你可以看懂右边的话，那我想你对于那个网络爬虫这个部分的这个概念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般人就只能看到前面，那你看到是这个资料背后的更深的一层的东西OK， 所以请各位也许先试着把这个上个礼拜讲到的这部分也许就试着看看。那其实像类似的这些资料的呈现还蛮多的啦，网页上面一大堆都是长这样嘛。OK， 那当然如果你可以用类似的方法，那当然也就抓不完的资料了。OK， 当然如果你做的个案越多的话，那以后慢慢累积，那就等于是你的这个专业度越高，OK， 慢慢的话，我想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网络爬虫了啦。OK， 那爬虫我一直强调了，当然不是只有 VBA 啦，甚至你也可以用 Python 嘛，只是说，也许阶段性来看，这个第一阶段你先把这个会爬，然后也许之后的话，像我另外也有开课，就是开的课是从 VBA 到 Python， 同样的东西我用 Python 做一次给你看嘛，你不用再重新理解逻辑了，反正只是程式上的差别。那怎么做会不会比较困难 ？OK， 那如果同样再做一遍，如果你也可以做得出来，哇，那你等于我想应该这部分应该你就没有太多的这个问题了，我觉得。那再来应该会越做越有信心，而且我觉得这个后续的衍生的需求其实还真的还蛮大的。OK， 那请各位试试看了。因为我发现真的程式对会的人来说真的是没什么，但对不会的人我觉得好像这是太遥远的一段距离了，这落差很大。 OK， 因为我昨天就是之前跟各位讲过的，就是教育部大学程式设计那个一个委员会专门就推动，然后就邀请我去做了一场做了一些分享啦，算经验分享。我发现底下大概有60位老师吧，都是全国的，而且还有从台东，还有从屏东大学来的老师，那可能我原来想法是应该来的老师应该程度都应该会非常应该有一定的程度吧，不过看起来好像后来好像跟我想的有点落差，好像还是有点距离啊。可能是不是因为我们跑得太前面还是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不过没关系嘛，反正总是超前部署嘛，对不对，因为你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来学才来找，那当然有一点为时已晚，反正我们先 OK 了，至少我们可以先在前面，然后慢慢先把事情先做完了，做完之后等到人家有一天有需要就会慢慢会发现你啦。OK， 就像说像我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我看了一下，我最早是2006年开始上传影片，2006的话距离今天也15年，对，
2021嘛，2006嘛，对，15年，所以15年前我就已经开始上传影片了。我最近因为为了要去稍微分享，我要看一下我什么时候开始上传 YouTube， 我15年前开始上传 YouTube 影片，然后我总上传的 YouTube 的影片数量上次好像给各位看过嘛，我那个频道是18000多个影片，对。所以其实这个等于是说也算是超前部署吧，很多人说YouTube 最近才红的嘛，没有啦，早就已经那个了 ，OK 哈，好，所以请各位也许先试着把刚刚讲的部分呢，重点再回顾一下啊，待会的话我们再把程式稍微再重点复习一下，这样应该大家就会比较清楚啊，再来的话就是试着去做做看吧，所以接下来就是你们要去找一个你经常会去看的相关的网页，因为最好是跟金融有关的，然后试着把那些上面的资料抓取下来，也许会遇到问题啦，不过我觉得应该问题都可以自己去试着找找看答案啦，踹一下，我想如果你这些都可以做出来的话，那以后应该也就会越做越顺手了，OK， 试试看。